棒，然后不，我们就直接穿越这个银行的墙进入银行了，不需要 key 卡，直接抢银行，开始在抢边波了 ，Hell yeah！ 3、2、1，哇哦，哇哦！每周一、三、五看笔电 YouTube。嘿，大家好，我是有感笔电，欢迎来到我的实况。今天要教各位的 Jailbreak 里面最新的 glitch 穿墙 2.0。可以让你不需要 key 卡，可以直接去抢银行。然后另外的话，我想开一个 Roblox 全新的系列，叫做 Roblox 大挑战。观众可以在下方留言 Roblox 大挑战冒号，然后你可以说，比方就是一些想要给我的挑战，让我在 Roblox 任何的游戏做任何的挑战，我什么都可以做，只要你敢打，我就敢做。反正是在 Roblox 里面，记得一定要用 Roblox 大挑战，然后冒号的格式去打。然后如果之后 Jailbreak 有更多 glitch 的话，我也会做这些教学影片，所以如果想看到的话，现在就帮我点个订阅跟喜欢吧。 OK， 我们现在进到 Jailbreak 里面啦，我来试试看一个快速逃逸法，我不确定这样可不可以成功。嘿嘿，等一下，我跳，我记得好像有一种逃逸方式，跳到电箱，哦对，像这样子跳到电箱上面，然后这样子跳出来，好不好？其实这样子也是蛮好玩的，我看一下这种特别的，然后接下来的话，你们应该都懂我要做什么，你们应该都懂的，一样是，嘿呀，嘿呀，哇，快速逃逸，跑酷式的逃逸方式。OK， 我们现在去市中心吧。他们现在是 Garage Update Version 2之后，你只要点一下这个车库按钮，可以直接把你的车子自定化了，不然你还要按四个步骤才能。自定你的车子真的是太麻烦了。然后现在轮胎上面可以写一些字，像我现在轮胎上面写的是 Jailbreak， 其他还有很多字可以选啊，像这边有一大堆，什么警察啊、criminal 一大堆，我就不一一介绍了。那我们现在来到银行这边，银行哦关门的吗？好，那先去看珠宝店好了。珠宝店总该是开门的吧？哈，珠宝店还不是开门的，好吧，只好等了。从白天都等到晚上了，银行跟珠宝店还是没有开门，我的天啊 ！Come on， 这么好混的哦。哦，等到快睡着了。哦，终于开了，而且还是同时开起来。Come on，OK，、okay, 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这个没有 key card 的抢银行方式的 glitch 吧。这是我看那个国外的一个 YouTube 叫 My User Names List 的，他介绍的。首先呢，我们来到这个银行的旁边这扇门哦，来到这边之后，我印象中是靠紧这边，这样子靠紧这墙哦。然后这时候呢，我们滑鼠鼠标这样往前滑，这样子。把你的头面向我这个方向，跟我这样做，然后你应该会长这样子的感觉，右手完全靠在墙上。这个时候呢，关键来了，这个时候我们点下这个左边这个车库的图示，按下去 ，spawn 这边，按下这个 camaro 召唤出来，3、2、1 ，bang！ 啊，没有，再点一次 ，spawn， 然后 boom。我们就直接穿越这个银行的墙进入银行了，不需要 key 卡，直接抢银行，开始在抢边波了 ，Hell yeah！ 这个我觉得这 glitch 超厉害的。OK， 那我们现在也顺便抢一下吧 ，Presidential Vote 没问题的，都抢了不到几千次了，绝对没问题的，没问题的。来。Easy peasy， 不会死的。死掉我就直接删掉我 YouTube 频道好了。好，我们现在抢好了。啊！妖兽 ，OK， 没问题的。我刚刚是戏剧效果。我们现在没有 key 卡，不能直接从正门离开，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炸下，把这个没有 key 卡的方式炸下。Yeah！ 哟！哇哇！哇，OK， 没问题的。哦，残血的妖兽嘞！啊，戏剧效果！耶！5400块到手，
我们现在赶快去珠宝店来看一下吧。OK， 我们现在来到珠宝店了，好不好？我们现在来到珠宝店，一般来说都是这样抢的，对不对？对不对？但是如果已经有一个很霸气的人不等你，直接进去，然后把那个珠宝店玻璃敲破，他的珠宝店的门就关起来，我们就进不去了。遇到这么霸气的人，你该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有个防自私的系统嘛，可以直接从顶楼那边进去，但是有个更快的方式，穿墙 2.0， 好不好？比方说，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哦，来，我当那个很霸气的人好了，我在这边敲，因为我只想赚经验值，在这边敲，好不好？这个门就关起来了。遇到这么霸气的有感比例类型的人，该怎么办呢？来到我们这个珠宝店的珠宝店这边梯子的旁边这边，然后我印象中是把我的脸靠向大概这个位置吧，这个位置，先把你身体放到这个位置，然后呢头靠向这个方向，靠向那个街道那边，我的印象中了，希望没有记错。然后呢，这时候像我这样子哦，左手在墙壁这边哦，这时候呢一样跟刚刚的方式一样，点这个车库的图案，召唤我们的 Camaro。3、2、1 BOOM！ 他失败了，我忘记错方向，等一下，尴尬了。好 ，OK， 应该是往内侧靠吧，我可能记错了，我们再试一次，我们来试试看喽。头靠向这一面，右手一样是右手插在墙壁里面，召唤。OK， 再等32秒 ，10、9、8、7、6、5、4、3、2、1 Happy New Year！ 召唤起来 ，Camaro Spawn！ Hell yeah！ Wow！ OK， 你们就记得右手插在墙壁上就好，记起来右手，这样子你就不用记什么太复杂的。右手插在墙壁上，召唤我们的车子，然后 bang， 我们就进来了。Hell yeah！ 那我们就开始要抢个珠宝店吧，你就不用大费周章的从三楼这边，就是。经过一大堆雷射，这样子才下来一楼才能抢劫，这样子快多了。OK， 5000块到手，哇哇哇，被车子挡住了。对，现在他们自从这个 Garage Update Version 2版本2的车库更新之后，你是没办法在这些有抢劫、有建筑内的地方召唤任何车子，不管是什么建筑都没办法。比方说，我现在想在这边召唤个消防车也不行了。呀！可以，最后一层 ，easy peasy， 还有哦，妖兽，为什么我感觉我每次讲 easy peasy 就会扣到血啊？好 ，OK， 没事的啦，担心什么呢？直接飘到 criminal base。像他们这光影更新完之后，真的是漂亮很多哎、欸！妖兽撞墙了，真的是漂亮很多耶！ 6000块就这样快速的到手了，谢谢。OK， 那我最后其实还蛮好奇，它是不是所有的墙都可以穿的，还是说只有珠宝店跟银行？所以我现在来到这个市中心的警察局这边，我想看看能不能够用刚的方式然后穿墙。我看一下哦，位置应该都 OK 吧？我看一样，那我就站在这里好了。一样是右手插在墙壁之间，我先靠紧这个墙壁，然后呢，右手这样子把我的头往这个方向看，然后右手就会插在墙壁里面。这时候我点一下这个车库按钮，召唤出我们 Camaro， 看可不可以用这方式一样穿墙成功。3、2、1，哇哦哇哦，我们现在可以靠这样子穿墙嘞！Oh my god！ 谁说这真是所有的墙都可以按照这样子的方式穿的？天啊，太神了吧！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拿我们的警察的套装，可以进去这个51特区了，然后也可以直接杀掉那些在警察局打混摸鱼的警察，然后拿走他们的 key card。Hell yeah！OK， 那我看今天影片差不多这样子啊，希望有帮助到各位，也希望各位喜欢。喜欢的话，别忘记帮我点个喜欢，然后订阅我的频道。每周一、三、五看笔电 YouTube， 那我是优干笔电，我们下部影片见。